五大师哔哔哔哔，五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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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吴大师哔哔，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哔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哦，吴大师。太太叫哔哔哎，吴大师哔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，就叫做吴大师哔哔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对对对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对，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